在东南亚服，如果你在上海达到青铜器，你会拿到什么呢？那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图腾栏的，所以相反的话他不会给你图腾。那么接下任务看一下，找到许冠杰，然后跟他对话。那你就会拿到一个徽章，那它也是没有那个套装效果的，因为你不可能徽章佩戴多个。那这个就是东南亚服的情况。